某乃晋国大将，同安国士人也。安知令公在位，文武千员，其信任的只有一文一武，闻者是赵盾，这我不正，其谋闻矣。韩本可以守遮天，为所欲为，朝野敢怒，不敢言。唯有那赵盾屡屡与俺作对，坏我好事，俺能不耻他而后快？今日得以神权，便有了害赵盾之计，终于加了国不忠不孝欺君罔上之罪，令职公大怒。职公已将赵盾及其三百口满门良箭直尽杀绝。苦恼赵盾尚有一子赵硕，与公职在府中，为他试过驸马，不好杀。杀某想剪草持根，萌芽不发，来诈传令公的命，差一时辰将捉三百少年，弓弦用酒断刀，捉赵硕府那一般朝廷身亡。某已吩咐使臣急去早来，怎么还不见回话？俺一家死无葬身之地也。驸马，公正，驸马，公正，公正，你听我一言。你如今父怀有孕，若是天公而变我化事，若是月，若是小四儿，俺就府中与他国消灭，换作赵氏公儿。赵氏公儿，但他仗理称人，与俺父母血缘。此次空了一夫君不够，驸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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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之，我之父
实话，你要牢记这，你要牢记这，你要牢记。求在府中添了个小厮，小厮唤作赵氏孤儿。这赵我谁是孤儿？传令，着下将军韩爵把制府门，不搜进去的，只搜出来的，一并与我张挂榜文，便告知将。若有盗持赵氏孤儿人臣，官家赤胆休走，不留。记得驸马临亡之时曾有一言，叫孤儿长大成人，与赵家私怨报仇。天哪，怎能将这孩儿送出殿？
自叫陈君是也。原是故曹泽一人，想在驸马府门下与常人不同，蒙他十分优待。如今公主囚在府中，使我每日穿插送访。那公主眼下虽然身抵一国孝嗣，只怕吃不得图安骨之手，哎，也是枉然。公子开门来。公子呼唤陈英，可有何事？陈英，按照家一门死地好苦衷也。陈英，你也想在俺家门下走动，也不曾待看着你，我今剩下一字，你怎生将这孩儿延长的这府门去？酒后趁人长大，与他早逝报仇。好，公知，那图安谷分得你产下赵氏孤儿，朕严加防范。我怎么掩藏得他出去呀？快快请起。啊，公子，若是我掩藏吃小舍人去，那图安谷追到问你要赵氏孤儿，你知道我遇了陈爷爷，俺一家儿便死了一把，这小舍人休想是活的呀。陈英，我叫你去地放心。陈英，你
公主，公主，公主，谁想公主自缢而死？天爷，我连见赵家三百余口至今杀去，只有这点点孩儿。我将小生人放在药箱里面，再用心深药治治身子。我若救得他出去，你便有福，我便成功；若是宋江出来，你便身亡，俺一家儿都也死命。不报臣。某下乡军韩爵士也，昨与屠岸库麾下，只因公子身下一子，恐怕有人抵到将去，着某把守公子的府门。小小，这样公子府门把守的严镇城，哎，屠岸库，屠死你这般残害忠良之士是何了？
这臣他则把忠孝的公亲孙可怜道赵师姑儿，他带药煎草，放呀雪火根是张。八府门，俺也是了家规规，就当我是臣，同俺空有一日怒了上苍，闹好了下命，怎不怕飞腾腾暗无暗口怎叹论，提心照顾亲亲儿勿扰人。天地空灵，喜得韩爵将军拔出了门，他去是我老相公抬举来的，若是撞了出去，我与萧舍人性命都得活计。且慢，宝有相敌，你是什么人？我是个曹泽一人，姓陈，是陈英。你在哪里取来？我在公主府内见他下药来。下的什么药？下了个益母汤。你这箱儿里装的什么物件？都是参药。什么参药？都是桔梗、甘草、薄荷。可有什么夹带？并无夹带。这等你去。是，回来。你这箱儿里装的什么物件？就是参药。可有夹带？并无夹带。你去。
成因，你这其中必有暗脉，我捉你去四奴见高悬，叫你回来和此斩善脱毛。陈英，你道我不认得你嘞，你是赵顿家唐上宾。是有道是追恩报恩，将军也曾受赵老相国抬举。陈英，你若藏有那麒麟钟，必吃不了这虎豹吞。小小靠后，唤你们便来。听臣息怒，听小人从头奔诉，向赵盾进士贤臣图安姑心生嫉妒，乃令公听信谗言，任屠则狠心夺步。引阵身亡，灭九族，东吴葫芦，将公之囚禁府中，哪里讨亲人照顾？才分明一命归阴，捉陈英，将他掩护。肯分地欲捉将军，满望你把刀相知，若再坚持折叠萌芽，岂不断送他灭门绝户。
若将这孤儿献出，可不是以身富贵。将军，贪污，韩举乃顶天立地的男儿，怎肯做这般高安？他将军，可怜他三百口天地。帅来是我这冬天恨，那图案孤若见者孤臣妻也分，我可也莫来了，好理你这样莫言的功勋。陈英啊，你保定这孤儿吃去，若暗谷问我，我自与你回话。所惜了将军。陈英，我说放你去，难道耍你？可快出去！所惜了将军。陈英，你怎生要我回来？刚才找我调家不问真，那追到回谈几之分，去不去我即回家乡一心，又怎生到门前到底要回身？你寂寞抱身胆，谁叫你想做报故人？我知道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我若吃得府门去，屠安姑若追到，别差将军赶来拿住我陈进，这孤儿万无活力呀！爸，将军，你拿了陈英去，天公受赏，我与赵氏孤儿前缘一去生亡。别闹！陈英，你去得好不放心呢。生而上，逃离天崩。
肯相称是心爱推分梦盼照壮情爱心同过自尽便留不太相迷还顾问也好好关注你工作中哼将军将军仇人就忘了我这大人，将军，将军，将军，判决将军。完了，哦，我保证萧氏人迅速逃命去来。绝为何分完了这必然曹了赵氏孤儿分身是好我不明扎传林公的名吃尽国内婴儿其中必然有赵氏孤儿可不吃了我这父亲吃还传令祝福国内半岁之下一月之上的小厮都去刷到府中来借题供多三斤与我斩杖
老夫公孙持久是也，在金陵宫位下为中大爷夫之职，只因年纪高大，见图案古专权，老夫张不得王室，罢职归农，只在这屡屡太平庄上。王常我颜面斗诈，天寒酒，日今协议拆门，实应好。陈毅，你好慌急，萧舍人你好显义，图安姑你好恨意。哦，萧舍人你且在这八棚下全时歇息，我见了公孙持久便来看你。家童报复去，倒有陈胤求见。是，有陈胤在玉门守。倒有请。有请。臣应拜见老宰府。免礼。陈先生请用茶。哦，好。陈毅，哎，你来也无何事。在下见老宰府在这太平庄上，特来相访。哦，哦，老宰府，我的不。去城里待长夫损坏了真良多，被那些奸贼屠狗辈，欺负你慷慨了风，山去找葡萄的灵空，天泽子家恩同，赵仙人少欢穷，饶不是急流中将就不愁魂，先
臣当道，晋国不宁，老夫实在忧心。果然老宰府身居山野，不忘忧苦。这等则资，自古有之，便是那唐虞之时，也患有四兄。泼水四周，凡人恨，千人传，一人从。他不廉不公，不孝不忠，但自要把赵端全家。余口都被朱进杀绝了母，便是驸马也被刺不久自尽，公主也将裙带自缢而死。屠岸贾好奸奏，所幸的皇天有眼，赵家还未绝忠烈，还有什么忠在哪里？秦氏公主囚在府中，剩下一子唤作孤儿，这不是赵家，是哪家的忠？但恐屠岸贾追打，又要杀唤。这孤儿却在哪里？不知可有人救得痴海母？既有这点结连之意，在下堪不是是。汉军将军也自刎而亡。是今我特来投奔老宰府，想老宰府与赵盾都是忠良之臣，必然骄厚，怎生可怜见救这孤孤儿在？这孤儿，哎，笛声是绝了亲情，怀赵氏灭了祖宗，边长成人也自是少计一多凶，他不亲阴真不云娘，他娘夫死在囚禁中，哪里是有血腥的白衣相，这是故无恩念的海涛冲。可赵氏一家
还全靠着这香蛇人要他报仇呢。哎，你道他是我保护母的真男子，我道来自是国王爷娘的小野种。陈英，此事老宰府不知，图案古为走了赵氏孤儿，蒲国那小儿都俱刷将来要伤害性命。老宰府，我掩藏了赵氏孤儿一证，为报赵驸马平日优待之恩，而这要救蒲国那小儿之命。陈毅，你已四旬有五，今生一子，未经满月，但假装作赵氏孤儿，等老太傅收告于图案国去，只是陈毅藏着孤儿，把俺父子二人一去生死。慢慢地抬举这孤儿成人长大，与他父母报仇，可不好也？陈毅，这孤儿与你亲儿对话，让我抬举孤儿。陈英，你如今多大年纪了？在下45岁了。这孤儿算着20年方报的父母仇恨，你再住20年也只有65岁，可我已有90岁了，其实存亡未知，怎么还与赵家报仇？这个陈英，你肯舍得你孩儿，倒可交付于我，你自首告图案国去。老太说道：“太平庄上公孙持久藏着赵氏孤儿，那图案国领兵下来拿住，我和你亲儿一尺生死，你将这赵氏孤儿抬举成人，与他父母报仇，方才是个长安策。不不不，这不难为得你老宰府，你这把我的孩儿假装作赵氏孤儿收告于图案国去，把俺父子二人一去生死了吧。陈英，你一介曹子一人赏干涉孤儒，引去大义，
老夫曾立庙堂，岂能避凶去福？老太傅，我一言一定，再不必多言了。老太傅，老太傅，你去收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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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许二十年报仇的之人，共饮世界才成心胸，是怕他长空，他今生的王帝难同，拴下这小孩童怎见功，他几千里老不停心勇，巧杆踢朝家，吃力做先锋，才怕是倒崖不折无不成。臣依你依着我毕了。老在你好好在家，臣因我不识进退，拼搏地将着这绸布袋，连累你老在父。你是哪里话来？我是七十岁的人，死是常事，也不争这少啊，倒是你干涉亲儿，能不令人既敬佩又心伤？我能不心伤？何止半斤春？
只是前有公知与韩爵将军疑似相通，今有一国婴儿等待相救。自当做长短梦，梦回头早老记，因英雄要恩，不报怎相逢，见义不为非，为勇。臣义，你我若存得长时孤儿，但明表青史，万古流芳。谢父母把咱拉来私陪同，待丈夫不担心保护中，不分那摇摆。千金功，即便是走上刀山遇剑锋，断不做有始无终。是的，老宰父，你可知赵氏孤儿现在何处？在何处？随我到八棚下来。谢天谢地，小舍人还睡着哩，休要惊吓着孤儿。哦，臣已世事寂寥，你将这孤儿抱回家去，唤你的亲儿送到太平庄上来。我的太君的赵氏孤儿，趁人长大，与他父母报仇雪恨。人将自己亲生子偷还他家赵氏孤手来。
叫人陈英前来守岗，救了赵氏孤儿啊！等在这里。吾哪知赵氏孤儿今在何处？在吕吕太平庄公孙持久家藏着哩。你怎神知到来？小人与公孙持久曾有一面之交，我去探望他，谁想卧房中金兰绣褥上躺着一个小孩子。好，我讲公孙持久年纪七十，从来摸儿摸女，这姑是哪里来的呢？我知道这小孩儿莫非是赵氏公孩儿吗？啊！只见他顿时变色，不能答应。一次之姑儿在公孙持久家中。到，你这匹夫怎瞒得过我？你与那公孙持久往日无仇，今日无冤，因何告他藏着赵氏孤儿？你看是知情的吗？是的是，万事全休，是的不是。我的剑快，先杀了你这匹夫。高元帅，听小人诉说咋？行，我与公孙持久原无仇隙，只因元帅传下榜文，要将蒲国内小儿都尽情杀。小人思寻有误，今生一子未经满月，元帅军令不敢不先去来。哦，我想有了赵氏孤儿，便不损坏一国生灵，便是小人的孩儿也得无事，这便是守高远故，其实怕陈家绝户啊。快点，那公孙持久走一道。陈英，你来带路。哦，是。拿过那老匹夫。孙持久，你知罪吗？啊？哼哼，我不知罪。我知你个老匹夫与赵盾是一殿之臣，你怎敢掩藏赵氏孤儿？元帅，我有雄心豹胆，你下了榜文，我怎敢掩藏着赵氏孤儿？不打不招来，便大棒与我着实地打。至此朝，曾与赵盾名为问津交，是哪个卖亲去
去告现有陈印手告你啊，陈印原来这陈印这是战神刀。公孙持久，你把孤儿掩藏在哪里？快快招来，免受刑罚。我有什么孤儿藏在哪里？谁捡来？谁捡来？这老匹夫赖肉顽皮，不肯招臣。陈英，这原是你吃手的，你去寻长。元帅，我是个草子一人，错又伤然宛如，怎生寻长啊？你不寻长，敢怕只盼吃你不？小人心肠变了，小人心肠变了。老头儿，你着了吧？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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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个土滚脚，大地来冲杀杀尽皮雕。我护你恩臣义利，又成恩的仇，恰恰我老公孙守着关了。陈英，他不招你再打。元帅。打的这老头儿，我的不哄是你打是老头儿，你快招了吧，省得打杀你。我招，我招，招来啊。要救这小儿，他不知道是盘下来也。你说二人，一个是你，那一个是谁？快快招来，我饶你的性命。一国是谁、啊、你问哪一国？讲啊讲啊讲啊，一句话来当我这间上巧言了、啊、哪一国是谁？被你打得来那有什么？哦，那一个吧。老匹夫，你还不招，便打死你！来，与我狠狠地一打。剑头，这。好天大地我一度战斗，如今笑就像我有放过子儿跑。
参照啊报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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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戴某天子到哪城？哎呀！啊！你当女子兄啊，把忠臣来不要。你带人走此荒郊，问此钢刀，一死群妖。江山败寇，全家老小，尽心之交。那官儿陈老还不敷衍，你心心了。元帅，你刚刚还打我逼我，如今倒害怕不成？我是他该死。这小爷中毒了，无敌不成了我平生所愿的意。这一朵远远飘飘，连我也沾沾渺渺，只因当代朵朵，自吐是莫天道。孩儿立日草，像孩儿立日草，到今日恰是朝，到下时怎担扰？空身朝王却老，换舍身鸟放老。两股死一去，老夫万古名标。元帅，公孙持久壮下计而死。
王家吉二子罢了。朕因你因何颤抖不止？陈因你因何颤抖不止？小人在下源于赵氏无仇啊。哎，或许多虑，你该高兴才是啊。像这桩事多亏了你，若不搜的那赵氏过出来，我这孩儿也休想是活的呀。陈英，你是我心腹之人，不日在我家中做过门客，抬举你那孩儿成人长大，我也年近五旬，尚无子嗣，可将你的孩儿与我做过一子，你意下如何？多谢了元帅。谢迟了这点萌芽，方才是永无后悔心。
今朝去见此，方知冤报冤。哦，乃晋国上卿魏将是也。哦，图案故，方今领功一事，道公得位。自从杀了赵氏孤儿，苦遭20年光景也。又趁阴的孩儿陈伯过继于我，唤作屠臣，教的他是八般武艺，无有不沾，无有不会。这孩儿弓马刀枪死我，就有着这孩儿的威力，早晚定计失了之功，夺了晋国，方是平身愿。今臣仆奏知之功，要擒那屠岸贾，雪父之仇。奉知公的命，到屠岸贾，兵权太重，趁空一时即便招臣仆，暗暗地私行诸侯。成功之后，令家封赏。孟陈伯，20年来一直在前行问，在同案公跟前，细无他二人都对我十分疼爱，谁料Yeah!
死在这闹市中，谈何无处？再开头他慢慢请人。我的不是那浪子来了也。屠臣，你来做什么？先看这封赦卷。这手卷，屠臣。手绢谁画来？是臣爹的画来。臣爹，哎，坏坏坏，这孩子手绢来的不中，还是逃走了吧。啊，你这次走哪里去？Thank you.
是共商量，来哎来哎来，可批他的批了啊桥。小吃人哪知图案不了，你图案图，你是残害忠良的心思，今被陈婆拿来，有活力有势，我陈泽为王，百子为龙，事已至此，为求早死。老宰府与陈伯作证在。万姑，你今日要早死，我偏要你暗死。是。主人，深仇已报，此事自己能不令我想起死去的亲儿啊？哎呀！为保赵氏孤儿，二十年来，陈先生也泪吞声。爹，谁看舍了？
小侄子心里报了冤仇，也该负了本性。即便负了本性，陈伯，你二人忙且归车，听知公的命。此为屠万古，残害忠良，不班的扰乱朝纲。那期间颇多仗义，岂真为天道威望？信孤儿能偿积怨，把奸臣身首分赃。可复信赐命赵吴，西辅卒，力绝清行，韩厥后人为上相，老公孙为立北方。欲趁阴天庄事情，忠义一事敢于报应。趁阴谢恩，赵武谢恩。Thank you.
此孤儿在林旁，媳妇独拜亲相，终一时我报家欢迎云香，师兄您与收养一死丧，借风掌先生寸手绝伤，这恩礼似天光，恩怨本是知方要分当，当日今待一